位亲爱的乌民们，亲爱的乌民们，今天早上阳光明媚，天朗气清，村里决定召开妇女和男人的大会，时间定在中午11:30，在6号院的客厅，由苏芒主持的下午如何卖桃的会议，请大家及时参加，11:30不要迟到，准时见，不见不散，午安，再见。咱俩应该有点准备。对啊，准备什么？即兴，节奏不太对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吗？好哎，啊，是吗？好吗？真的啊，你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。哦，我觉得很轻松啊。好的，哎，走吧，咱们得去开会。小赖去开会，我们去开会了。小赖，你等等我俩呀。小赖肯定看我们勾肩搭背的更想喊哥的。你没有人可以勾肩搭背了吧？你要孤独的一个人走了吧？对啊，我是一个人抵达。早啊，部长。得，主持会议的还没来。那咱们开会呗。来，这个咱们来这儿这么多天了，也应该为农民做点事儿。我觉得咱们就真心实意的、认真的帮他们直播卖桃，好不？好呀。那这次到底怎么安排呢？具体的事项呢，就由芒姐来跟大家说一下。芒姐，让我们有请 Miss 苏。Yeah, Miss 苏。OK, Miss 苏。Miss 苏。咱们今天卖的桃呢，也是从开花咱看着长大的桃，就是山前山后漫山遍野的这些，现在呢桃子已经长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卖三种桃子，一个直播间它有三个机位，因为呢有的桃是在这儿卖，有的桃得上山去卖，所以呢是有三个机位，一个组呢卖半个小时，整体来讲是1:30的开头啊。一组呢应该是咱们3号房 ，OK, 然后。接下去是雪琪，6号应该是雪琪，你就可以带着你们的小组上山去卖。那第三一个呢，就是小野和子毅。好好。然后那个谁卖预售的桃？只有我们卖现货。啊，我们卖中间的，然后那个8号院是那个最预售的那个。你们数量是无限的。啊，我是无限的。对，你们可以卖10万箱。交给你了，小赖。对，什么事啊？就是交给我。好啦，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午3点咱们要彩排直播，孟苏龙和大林子作为我们的现场导演。行，那到时候再催人。好。我们家谁播呢？我播。你播。就我一个人播，得还得有一个人，咱一块儿推销呗。没有，我们都会在，我们都在。这样，你跟月月在，然后齐哥跟丹姐适时插入，行吧？因为咱们没有实物，所以全靠嘴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在咱们直播间买的那个桃的话，那个环保袋的话，送的是哪个房间的环保袋？哎呀妈！啊，没意思了，没意思了，有点多了，回屋了，有点太多了，回屋了，回屋了，太多了。哎，我们把那个想做的东西说一下嘛，就是那个今天30分钟里面把流程定了，就是上来先做介绍，介绍完以后词语接龙，词语接龙完了以后就是上链接，链接完了翻牌，翻牌完了唱歌，唱歌完了以后就准备集合大家。对呀、啊、那我们一会彩排就照这个先试一下。我觉得特别好。小赖现在可以，赖总现在有点是吧，接替张总的决策。可以的，赖总。张总去那个拓展其他业务了，新的业态。梯子渔村业务呢，由我就是善后了。来演一遍，来，现在到我们了，我说大家好，谢谢，来各自。大家好，大家自我介绍啊。嗯，我是宋丹丹，我是苏琪，我是彭楚月小月撒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，就介绍一下我们梯子渔村预售的12粒装蟠桃。哇，这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啊！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知道最不得了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啊，他们。这个是一个礼盒装，哇塞，
每个礼盒里面会有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环保袋。我天啊！而且一个桃有120-150克，12个就有4斤。对，还有一个环保袋儿。我的天哪，真不得了，太不得了了！我买的这个，我看你们想买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把链接先上一上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哎，5、4、3、2、1，咱拍一下手，可以可以。呀，好。这个字儿稍微有点多了点儿啊，桃林直播有点甜。那就写，我们就写6号屋吧。好，你们就打6号屋就行了。完事，整得非常好，丹姐。准备工作顺利完成，不过芒姐还有一些情绪需要整理。我跟你说，林子，昨天龙龙在你家那个电台，我不是坐在你们对面吗？我在那看。然后看着看着我就有点那个特别心酸，是吗？要哭那劲儿，我现在就要哭了。他动感是因为我又觉得我可能再见不着他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谁说的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你请他们吃饭，他们都会来。你一做饭你就给我打电话，行不？我反正就是我刚就昨天我在那拍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阵一阵的就会动感情。是是是，咱们真是有感情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连对这个地儿我都有感情。我从开昨天我就开始了，我从昨天过来之前我就开始心理建设了。对，其实我都心理建设了，我还是没什么用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可不能哭了，这还有两天呢。真的，我就走到那个路上，就那个彩色的那个路上。对，我不会和你们再有这样的接触。有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去你家吃饭去。就他可能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，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，情感上，所以他动感情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！你不能再唱，你要唱我又该哭了。咋的？你这泪腺怎么打开了，我的宝贝儿啊！别哭。今天他哭了3次了，已经。轻轻的呼吸，慢慢的张开你的嘴巴，抬起你的左脚。有些悲伤是一个夜晚无法消化的。在熟悉的朋友面前可以不用掩饰情绪，如果泪腺崩了就让它崩吧。咱说得彩排了，3点了，走，把小帽戴上，怪晒的。小帽哎呀呀呀呀，先都来这儿吧，我在这儿跟大家讲解一下流程。就我们的桃子是可以吃的，是吧？对，要把汁水就这样擦汁的吃到身上，这样才能体现出咱家的桃子是比较好的桃子。是的。雪芹 C 位，我别 C 了，你必须得 C， 我们都不知道咋说。你不，你主说，你对流程最熟。行。大家好，妹妹，我已经捋清楚了，然后微博预热我们也发完了，好，所以就你交代动作我们都做完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嗯，麦的主要承担是他，我呢主要承担的是，这里怎么山清水秀了？哎，这个手势学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快点，下一个进度，哎。啊。下一个什么？下一个环节就快，这样就告诉你们快点吧，别说了，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很尴尬了，先往后走吧，就这意思。这个，收掉，收尾，拉长，拉长战线。是我们要这样，还是你要这样？他们会，我这样，你们就知道这个节奏了。哎，你干嘛要手势？你就写小黑板上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写，因为写太慢了。直播是按秒计算的，我写那个时间已经几万人就走掉了。对，根本来不及。那种感觉就必须得，就是说当下我看到了反馈，我立马得反馈到你们。哇，有几万人会看我们吗？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快慢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走，就请下去吧，请下去。对，请下去。其实我都挺担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帮老乡们做一些事情嘛，然后所以我很怕做不好。